大家好啊，继续来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，我们继续来苏州这个跨境电商特辑啊。我们刚刚请了会长张哥来讲苏州的跨境电商，这会儿我们把秘书长也是大买家，我们的侯总，因为会长是不干活的嘛，是吧？秘书长干活的，秘书长，你看侯总，你像你从没记错是2006年开始做卖家，是的啊，你是2006年开始做卖家，那这个12年了，一个轮回。你看到的整一个苏州的跨境电商目前跟以前12年前有什么不同，在选人育人这个事情上？选人育人这一块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苏州这边的发展呢，都是亲戚带亲戚，朋友带朋友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在做。对，那这种模式的话，就是没有吸收更新鲜的管理模式的那种血液进来。对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对，这个局限的话，就是制约着我们往更高的层次发展。你说这是制约，会不会是也会因为这个公司里面都是老乡或兄弟，那如果是外来的和尚，会不会被淹死在里面？不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苏州这边的那个这些老板们啊，那个做跨境的这些老板们，都是那个乐于把自己的那个分享出来的，都是手把手那个带出来的这帮那个卖家哈，他们都做得很好，他们的格局很大的，他们是用那个张作霖那句话啊，除了老婆不能给你的话，都能给你，除了老婆不能给你的都能给。哎，那这句话也是，我喜欢这个接地气的。你看你刚刚讲的分享，我们首先要把蛋糕做大，对吧？蛋糕做大才能分享。那在做大蛋糕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会长讲到了咱们这个苏州大大小小卖家有2000-3000个了。对，那在未来做大蛋糕的事情上，作为秘书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？其实我们的在选人这一块的话，就是我们跟华南那边华南的卖家比，相比缺少的是一些中层的管理人员。嗯，因为这个中层有中层像我来那个解释一下这个中层哈。对，就像汉堡中间那块肉啊，那是最好的啊，因为有这个中层的话，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对，因为我们苏州这边的管理大部分都是老板亲力亲为，是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每个人有职责不同，他干的活也不同，对，工作也不同，是，那么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才能做到更好的效果。对，哎，那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中间那块肉嘛，那顶上是老板，可能再往下就是一线的同事了，那在这里边其实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？你看，你说你们每个人都是超级大卖家了，技术的这个技术运营都是一顶一的，那当你往下放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放不动？因为这个是很多可能有部分朋友啊，想从华南或者别的地方来苏州发展的时候，会有些担心，说，哎，我跟老板说要把我们这个团队搭建起来，把管理搭建起来，结果搞了半天，老板看我们搞不好，又拿回去了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？之前出现过，因为是出现过这种现象，我们看到有好多是出现这种现象的。但现在的话就是，这个我们是互联网时代，对，是瞬息万变的，对，是大家都是在跟着这个节奏走的。是，你拿握在手中，那不是你的，对，只能放出去的话，这才是这个社会是共享的社会，啊，是只有放出去跟大家在一起那个分享，那这样的话才能做得更好。授权才行，有意思。哎，我们秘书长啊，这个还是看了很多很细的东西啊，就是愿意分享，愿意授权啊。那说明这个咱们这个蛋糕能做大，也是指日可待啊。分蛋糕，那就欢迎大家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最后这个对于咱们这个2019年苏州的整一个商会的工作发展，作为秘书长，你有什么一个想法吗？或者跟大家讲讲？我们在张会长的领导下啊，还有那个几个那个鼎力的那个副会长在一起，想把这个商会做得更好，是更大，是更优秀，是那个跟在同行业里面，就是先把我们这个在同行业，因为我们是河南人，对，我们这个电商在苏州这一块的话是河南人居多，是我们想把河南人有一个归属感。有个家的那种归属感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凑得会更紧一些，通过河南人再把那个整个行业再把它那个
往上拉，往上再拉一台台台阶，提高令更高一个等那个档次啊，这个升级版。就我们秘书长啊，还是心怀家国梦啊，襟怀家乡梦，是吧？这个我们河南这个，你看，包括这个整一个的商丘，包括虎丘等等等等，其实在整一个的华中地带的卖家，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群聚。嗯，对，集中。哎，那这里边会不会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？你看，都是老乡，那如果不是咱们河南老乡的，这咋办？嗯，我们那像我这种广东人会不会怎么办？我们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是电子商务这一块的。对，我们既然规划的电子商务这一块的话，那么就是其实是已经不分那个哪个级的，只是我们河南级局多一些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河南级是一个居多一点的话，这是一个台阶啊。对，我们想更高的提升这个。这个商会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，欢迎那个其他级的更多的人加入，包容啊，对，包容我们这一期，更好的发展。所以这个咱们这个苏州河南电子商务分会，其实更多是说苏州电商这么一个大家庭。对对对啊，这样好，我也一直以为说是不是咱像这种广东的就不能来啊？可以，我们这个商会里面那个。也有一部分都是那个外籍的，就是那个人家很踊跃的参加进来，好加入。所以呢，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啊，记得来苏州发展，找我秘书长，秘书长还是比较实在的，好不好？那再谢谢我们的秘书长给我们分享这个苏州的跨境电商，那接着看我们下一段的苏州特辑，好吧？谢谢侯总，好，谢谢阿敏，好，拜拜。跨境也有，看跨境就阿敏。